的通知，我们酒吧马上就要关门了。因为金融危机的原因，你看从西方国家开始，我们北京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你看好多大学生毕业，他们也找不到工作。反正就是那样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该比在比什么？你要挑好年份要弄。我也伤心，比不是你要弄的，不要弄些偷偷吃你没有，你要跟人。